最尾最凄厲嗰句，其實獻帝已經係沉咗落個缸嗰度，好慘，眼白白咁樣。咁好啦，咁我哋接住落嚟咧係大雅族一曲咧，就係《新霸王別姬》，咁亦都係可以再次欣賞到易老師嘅大喉演繹一個曲目嚟嘅。咁咧為佢一齊合唱嘅咧，就係亦都係子喉唱家導師級嘅人馬黎燕玲小姐，掌聲歡迎佢哋兩位。霸王新霸王别姬。Thank you.
十年埋伏啊，逃离落寞啊，水木红红火象，敌阵点点刀划闯，桥守望凛凛天空啊，
恨我勇猛，能啊多哦哦哦。胜败乃兵家常事，只因救兵一道，还不知六死谁手啊！天亡我错，非战即罪呀！大王，且看一轮明月，金风送爽，你我何不迎前信步啊？秋风秋月，正好敌我愁肠。好一派清秋光景，清辉照人寒，满地遍秋you
可来的方人中江，爱在行业一浪闯，君临天下谁可当，同饮河山归我掌，熟了天王西初成绝唱。
上座，如姬献丑上。
沙琴上的和尚，交孤悲痛万状，哭诉苍天不该渡红妆，便是早阳。谈何容易呢？想我出战之时，带来了江东八千子弟兵，如今只剩27骑人马，你叫我尚有何颜面再见江东父老啊？送正直的西方，得与日月共展辉光。请出今晚所有参加的朋友和各位观众讲声晚安，多谢各位观众的莅临，希望很快上林曲院很快又再和各位观众见面，拜拜拜拜拜拜，好，给点掌声我们的乐队啦，好，多谢晒，记得拿回颈巾啊披肩啊，不要留下在这里，拜拜。